张武教授是一位有成就、有贡献、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他的篆刻书法那个底子，在演变到他的画来，这个底子是不错的。那剩下的话，就用后现代主义再画他的创作。从年轻到创作成熟，到现在呢，成为一个水墨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师。尤其是画人的时候，那他一举，历代以来他是第一人了。送给他的是杭朝书海林丹湖，我就期盼他不在古文之下嘛。小时候曾经跟我父亲呢、大概从国小三年级开始、跟他住在一起，在奥迪芙蓉啊住了十年。那十年可能也是我打下书画基础的开始。我父亲就买了一些画册给我看，尤其特别提到当代最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先生啊，那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他诗书画印这个全能，包括鉴赏对美术史，还有他的收藏富可敌国那令人羡慕所以小时候听了这些故事，就会觉得说，哎呀，应该当艺术家如果能够这样，就是心目中的偶像他是林玉山老师的高祖，他在师大的时候，他都是拿第一名的，他毕业也是第一名所以他对林玉山老师很感恩因为很多。绘画的观念在绘画的技巧还有做人处事，他其实基本上几乎都是林玉山的翻版，可以这么说林玉山老师他一生主张的就是说要从写生入手最主要是到最后他强调就是要写神这个一脉的跟中国画的写意画明清以后的这种写意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主观式的写生就是说把自己内心的感动来画出来，当然这里头就可能有一些取舍或者有一些夸张画你最感动的那个部分。其实呢，一张画你不一定一五一十的像画照片全部都收纳，那你画你感动的东西，然后慢慢的自己去酝酿结构啦，或者内容啦或者主题的意思那这样的主观就能够跳脱你所学的老师的那些范本或者那些技巧那些形式，因为你已经有开始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经验在里面。关于露丝这个题材是在师大的时候，因为林玉山老师鼓励大家写生嘛，那因为我住在乡下就在土城那个地方，大安溪旁边很多露丝以前小时候在农家里头也看到一大群露丝这个很常见的一个露丝，但是我希望说看他能够表现什么样一个意境是餐风饮露啦，还是非常非常优雅的在飞翔我发觉他的这个画呢，怎么画得那么和我们的社会这么贴近，具有社会的温度？不管是在画山水，尤其这个花鸟和这个它的一些这个象征性的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力量。这种呢，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在中国绘画里面叫做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家性与人同，你所看到的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可是你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投入进去，它的层次恐怕不一样。它有一个道德性的，有一种象征性的，有一个表现性的，但是它的这个内容来自于保留最美好的那一部分。自在嘛，就是画画要自在，能够
按照你的意思来画啊。那理想呢，就是达到理想的目的啊，完美的境界。那我简单讲，就是一个是内在内心的东西，看不见抽象的东西，那你要化为一个实际上啊可观可读可赏的东西。那这两个如果能够配合的话呢，那这是我要追求的目的。我把它当成自在理想主义，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美学境界啊，是这么说。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他的自在理想主义对我而言，如果从他以前创作里面不断的反复强调，就是我们不要因循古人，不要这个停留在那些既有的格局里面，你要表现出自己的本心的面貌，就是你的感觉要直接在画面里面表现出来。那这个自在理想主义呢，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对艺术创作独立性的宣称。哦，那二方面呢，他也要强调在传统的艺术里面其实还是有悠游的空间，就看自己自不自在。我小时候在海边长大，我对于水跟鱼的关系啊，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啊。我可以说是吃鱼长大，因为在海边住了十年啊，尤其在三峡那个西边大豹溪的那个啊溪流，我就开始做一些连结。我说，哎，鱼如果往上跳的话，这个鱼的话，它会更加的这个活跃啊，会有生命力啊。当然，这里头这些鱼的形象都带有一些我自己的想象啊，比如说鱼的嘴巴很尖啊，就往上冲，觉得比较有啊带有冲劲一样啊。整个河面呢啊都是鱼在跳啊，这当然代表一种生命的一个求生啊，逆境求生的一个境界。我用反水去画，所以呢，这个反水画的时候呢，才能表现这个河水的清澈。这个对当代的一个画水画鱼的这个技巧来说，这是我独创。秋天的一个季节，那整群的鱼啊，不管什么鱼了啊，鲑鱼也好，鳟鱼也好，它要回流，等于一个生命的一个传递，一个演变啊，这也是代表一种，就是我们说画外之境。是人生的一种寄托，啊，我们不光是说在看欣赏它的美，其实它有更深远的一个生命奋斗的一种写照。从那个林藏武老师这个喇嘛的人物，我可以看到他自己就是那个喇嘛，自己就是那个他画的。那个动作那个表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相由心生嘛，他的绘画的相就是他心的表现嘛，投射嘛。他不管在画人物画山水啊，画鱼啊，画一些简笔的草丛，他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内敛跟含蓄，不会有张牙舞爪的啊。特别是他到爱尔兰啊，去当客座教授，他突然间有一个转捩点，他把它转化成东方的，啊，他心还是回到中国传统山水画那个核心价值，也就是中国山水是不是一个绘画，不是一个名词，山水它是一个文化，所以它是从绘画转进去文学。从文学再回到绘画，所以他这样子啊，循回反复循回啊，他造成他的基础呢一层一层的堆叠，才成就他今天这样一个啊一个水平，一个这么高的水平。古典的艺术像绘画，像书法，像篆刻，它是这个。要入骨出新的啊，它要能够传承下去，所以要先能够把古典的绘画啊、书法、篆刻进入到一个古典的系统去发挥，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有现代感的一种艺术表现。那么张武教授呢，他能够在古典的部分非常深入啊。那么他又有现代的创作概念，尤其他
近几年呢，把所谓的后现代的隐喻的这种美学思想呢，放在他的画、书法、篆刻里面。那对这个当代的正在起步的这些新一代的艺术家们，我认为是有影响力的。林老师为了表现出当代感，还有自己的真正的个性，所以传统的所谓笔墨功夫，它是非常好的。他从国中的时候，他自己临摹那个古画，这个让人家惊为天人啊。可是呢，他其实并不就是完全100%，就是说这个僵化的遵循笔墨的功夫，所以他会用各种不同的技法带到他的画面里面来，哦，依据主题，依据视觉效果而呈现，所以他不会忌讳用拼贴的方法，因为西方的这个collage 其实呢是来自于西方的想法，哦，西方的技法，那他也不会这个忌讳说用各种不同的拓印的方式来表现他所要表现的东西，所以呢，他认为说我们不能因为传统的笔墨而丧失了在创作上一种视觉效果，哦啊，肌理就是画面水墨当中的肌理，有些可以用笔墨功夫来表现的，当然他毫无疑问可以驾轻就熟，可是呢，他会不断的接受新的外来的这种技法表现的冲击，转化到他的作品里面。他去中央美院读博士的时候，他说更多的这种传统在无形中出现，传统道理会成为现代的绊脚石吗？他告诉我说应该不会，因为传统就是使现代呈现的基石，不是绊脚石。你看现在的话，就是用后现代主义再画他的创作。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呢？旧的那一部分的形式真的是很精彩，你给它丢掉很可惜，为什么不把它加在新的元素里面，使它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建筑体呢？它的基本在中国的艺术的传统那部分你不能丢掉啊，一丢掉其实这不是东方的绘画，也不是中国的绘画。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当代，其实就是从现代到当代这一段就是后现代。后现代发生的现象其实是从古典里面吸取养料，在当时代的一种角度观念啊，一种思考，他们重新组合过，其实是非常他的东西是非常后现代。张志是后现代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台湾来讲的话，就传统绘画、书法、篆刻这一面啊，他其实是啊后现代的一个代言人。从定义上来说啊，后现代是这样的，他就是颠覆传统啊，颠覆现代啊，他就用一些跟原来不一样的方法啊，让你的突然间眼睛一亮。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山水嘛，啊，山水他就是说啊，我们这有近中远啊，对不对？那你有时候打乱了这个次序，它就是后现代，因为它已经没有空间感了，啊，你这个山岳已经破坏掉了，啊，像我，有时候，啊，把废纸，啊，把它剪一个形象，我做那个糊涂系列，我把废纸剪成一个茶壶，或者把它撕成一个茶壶的一个样子，我就直接贴上去，那在画面上呢，有一个产生一个对比，这是等于说我们是一个颠覆的一个传统的画法，像鱼跃龙门那个。我画鱼呢，在溪里头往上冲，啊，整群鱼往上冲，然后那个门呢，我就用废弃的宣纸，啊，写的那个书法，剪成像一个门的一个样子，然后就把它贴在画面上，就当成门的样子。然后背面的那个门柱怎么办呢？我在宣纸的背后，再拓上那个深色的，啊，那一块，就等于是深到那个门是深到。那个画面的背后的那个空间去了，根本连画都不用画，而且效果特别好，就是说像这个也是后现代的一个说法。那这一幅是最典型的后现代，因为它既不像画又不像书法，啊，整个都是一些废弃的，啊，不要的是一些废纸，把它组合而成，啊，落款写在底下那一个方块，因为画很大啊，将近300公分啊，在底下。
就无用之用，视为大用，也就是我们老子的一个思想啊。其实我们很多艺术观念，它就是一念之转啊。当你没用的时候，你可以形成另外一种啊，组成就无用之用的时候，在无心之心的时候啊，它是其实是一个最有意思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1960年代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强调去中心化、没有次序的脉络、浅薄化的一种想法。那他提出了水墨的这个后现代主义，无宁的是借由西方这种高度的解放来解放他自己的作品。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在2012年有一件作品叫《马尾记》，而这件作品呢，这个一边白一边黑，然后自己呢，因为过去林老师是绑了一个马尾，他画自己的侧面，底下呢还有三只乌鸦，那他自己呢就用闽南语写了一首古诗，有一点打油诗，但是呢这个其实是描述自己那个马尾的状况。他说：我乃白头翁，马尾乌头鬃，可比后现代，水歹变高人。变高人就是好玩啦，这个变耍猴戏了。他用文人的方式呢，幽默的来加以这个嘲讽，这就是他的叫做东方的后现代。他的东方的后现代跟西方的后现代截然不同，他仍然保有传统水墨里面那一种核心的价值，但是在表现上是用他自己的个性来这个表现。林教授他这个基本的篆刻跟到书法那么发展到他的画那个样子，很自然的落笔下去的那么样子，你的基本功夫在那边的，他自然的流露出来，那样子不必去刻画。他在常常练字呢，他笔线出来的话就有笔法，就有书法的笔调。那个刻篆刻的时候，那个结构几个字的结构呢，那怎么排的？那个很考究的呀、啊。他画那些呢，这样子鱼啊鸟啊，那个画的细。那画山水呢，他也这么样子，基本寸法也很扎实。那要紧的，一般画家很少去练篆刻。跟到书法，他的篆刻书法那个底子在演变到他的画来，这个底子是不错的。他是字跟画哈合一的，那字跟画合一的话，必须要了解大篆，特别是我们的大篆，我们的经文嘛，我们更直白的讲是叫做象形文字，就是他在大篆里面哈很巧思跟我们的小篆。做结合啊，但凸显那个大篆的那个象形，所以他的画也是一样啊。他的水墨画其实是他的篆刻的放大啊，只是说他多了一种色彩而已。你看看一幅画，对不对？是不是要落款？啊，落款，这是要诗文的底子哦，还有心灵自己的感悟哦，对这张画的感悟，这张画是对世界的感悟，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还有落的印章，不是只记得名章，还有那么闲章。那闲章最能代表那一两句一两个字来做他的那个一个银手章或者是压脚章啊，那这个整合起来最能代表他自己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啊一种创作表现啊，也就是中国文人的这个才气，中国文人的整个特征。艺术要有时代精神嘛，哈，所以林老师呢，他以一个画家啊，他怎么样去展现书艺的当代性啊？那林老师的这个篆跟草就是非常有视觉性的啊，他往往把这两体呢搭配在一起啊。当然在古代有所谓破体，就打破各种书体的一个隔阂哈，把它合在一起表现。那林老师的这个书法非常具有笔墨的特质，就这个写得非常豪放爽快啊，特别是这个结构呢一般都是行间很明显，林老师是这个篆书跟草书啦浑然一体，行间错落
这个奔放啊，能够展现这所谓这个书法家在挥洒中的一种即时的一种感触啊。那另外他个人呢，在这个诗方面，他也能够把他所见所闻所感啊这个内容的一种哲理甚至禅味呢，啊，在这个书法里面表现。尤其呢，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所谓的现代书语，除了这个取之传统啊。表现抽象以外，还要反映当代跟本土。那林老师往往能够把本土的语汇也在他这个作品里面去做呈现啊，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书法呢，能够呢走到这个现代，我们所谓现代这种时空里面所应该表现的一种造型化、视觉化、抽象化，乃至于呢个人的这个所生活的这种环境的一种感触。把艺术当成我一生的这个事业，然后我一生在追求，等于是用我一辈子的这种啊精神跟生命在追求啊，所以我非常在乎。那也有人说啊，就看到我的话就是啊，淡泊生涯一样，有淡泊的一个意思啊，就像说我在北艺大，我55岁就退了，其实我可以待得更久啊。人家说你还有更大的发展，但是我见好就收，我觉得说。要笃定的为自己的艺术啊找到时间跟空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假定说你没有，你割舍不下那些啊凡尘的一些俗事的话，你心很难静下来。就像很多佛家讲的那个自性啊，也像我帮这个法鼓山提的那一首禅诗一样啊，自性了然四海同啊，是你四海之内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心是一样的。那人的修养呢？到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回归到自己的本心。他的山水很精彩，他的造境，中国画之所以跟西洋画最大的不同，在境界上。境界这个东西是在佛教里面才有，但佛教讲的境界又不是我们现在文人讲的境界。但事实上是要追求到佛教的境界，他的最高的啊关怀，终极的关怀是在佛教的境界啊。但是你毕竟还是个啊世俗人啊，不可能像到佛教的那个不生不灭啊涅槃的境界。但是，那么中国画的境界是在谈什么？一个人的涵养，一个人的学识啊的渊博，还有对生命的对待。啊，对宇宙的观点等等，全部收集在他的绘画的点线面里面。他因为他很四海，啊，观察人很细腻。那么回到家以后，他就一个人很沉潜，他就会去思考这人际关系。他把这些人际关系其实也用到绘画里面来。他的绘画其实并不孤寂，也很热闹，但是他的热闹里面就是他的孤寂感在热闹里面凸显出来。他不是画孤寂显孤寂，他是画热闹画繁华显出他个人的孤寂感，这是很少人看得到的。乾隆乌用对我来说，因为我这里叫乾隆居嘛，为什么呢？因为我退休之后，我一定要找一个工作室，那结果呢，租到这里来，那这里叫龙云里，那我退休在这边浅浅在龙云里头画画的一个人，所以很自然就叫做乾隆居嘛。
这一次很荣幸能够在中山国家画廊展出啊，这是我一生的荣幸啊。当然回想起来，就是因为我画画也超过半个世纪啊，所以如果要回想起来是百感交集啊。这里头有一些辛酸苦辣的，不足为外人道也。那最重要就是说我至少还能够把自己内心里面的想法啊，给它画出来啊，透过各种主题啦、系列，还有我的思维啊、我的美感等等，来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当初要感谢啊，我在年少那十年的时候，在奥迪芙蓉，我的父亲督导我画画写字，如果没有那个十年的功夫啦，恐怕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愿意把这一次展览，献给我的父亲，在天之灵，感谢他的栽培之恩。黄宾虹，他说四个字：焚后华之。林教授呢，这个他的话很有基本功夫。我很欣赏林章湖先生，他的话是趣味非常的丰厚。林章湖呢，这个他在追求绘画意境的锲而不舍，他表现呢，我觉得很真实。画啊，书法啊，印章啊，古典诗。所以他的艺术的涉猎是很全方位的。未来啊，我们在画史上，或者说史上，或者篆刻史上，啊，他绝对是有一席之地。林章湖老师呢，就用水墨的后现代主义，来找到传统跟现代冲击底下的一种答案。